So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will be moving to the keynote speech session. And our first speaker, as what I've said, is Mr. Li Tie. Mr. Li Tie is the chairman of CCUD and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lliance. He is a research fellow, doctoral advisor, and the receiver of the State Council Special Expert Allowance. The topic he's going to share with us today is Smart City Blueprint for Mainland China. 现在我们第一位专题演讲的嘉宾是李铁先生。李铁先生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理事长，智慧城市发展联盟理事长及院士，博士生导师，政府特贴专家。他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内地智慧城市发展的看法。现在我们用掌声把时间交给李铁先生。 非常高兴又一次能来到香港来介绍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的情况。那么，看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呢，要不能离不开呢我们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刚才呢这几天和香港朋友在聊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呢，香港是一个700万人的城市，可是呢中国呢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呢，使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一个呢，中国的城市化率呢已经到了75.75%，那现在我们中国的城镇人口是7.93亿，如果我们和香港的这个倍数乘一下的话，那么这是一个百倍的数字。那么另一方面呢，就到2030年，我们按照现有的城市化增长速度呢，中国的城镇人口呢已经到9亿，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城镇化人口的数字，这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 就是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规模最大的市场。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呢，在设市城市呢是658个，那么还有呢2万个呢建制镇。那么我们设市城市658个，其中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有6个，50到100、1000万的城市呢是10个，那么300万到500万的城市呢是21个。 100万到300万的城市呢，120-30个。那么建制镇里头，我们5万人口的建制镇，5万人口以上的建制镇，加上我们这些设置城市呢，大概1500个，相当于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这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的组合。我们知道，美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经有9个，那如果我们看香港700万人，那么超过香港的城市呢，中国有16个。这么多的城市发展，那么它也构成了 巨大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的潜力，那么特别是在互联网发育的前提下呢，它有非常大的这种市场背景。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18大制定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呢，那么在其中一个最好的机遇就是城镇化如何和高科技相结合呢，也就是它的成果呢，就是智慧城市。所以我们说发展，虽然由7.5的增长到了现在6.5的增长，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高速增长期。 然后呢，还有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市场的机遇。那么中央政府呢，对智慧城市的发展呢，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那么2014年呢，国家新城市化规划呢，也特别强调了要发展智慧城市。那国家25个部委呢，成立了智慧城市部级协调小组，颁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发展的江河指导意见。那么各有关部委，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 那么各自呢都有智慧城市试点，那我们的数字上顶多表述。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要了解呢内地的互联网发展基础。可以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基础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的这个网络系统。如果说全球用户35亿，中国的用户呢是7.3亿，那么实际上呢73%用户呢是城镇居民。 25%用户呢是农村居民。那么从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看出一个数字呢，就是中国的手机网民，就是通过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达到7个亿。那么不仅仅是互联网，包括中国移动通讯，就和包括整个手机用户，它的发展速度都非常惊人。我们举个例子，企业的腾讯用户呢是现在是8.9亿活跃用户啊。那么中国移动数字呢，就是移动手机数字呢是8.5亿。如果加上联通和中国电信呢，中国的手机用户呢是14个亿，我们13.7人口14个亿。
那么人均如果对城镇人口来讲，人均接近两部手机。阿里巴巴呢，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个支付用户，它移动的月活跃用户呢已经达到了5亿，年度活跃买家呢为4.39亿，这都是中国互联网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基础。那么中国智慧城市呢，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呢，取得非常明确的进展。那么这个整个智慧城市的建设已经覆盖了20多个领域，其中有300个城市呢和3大运营商，所谓的中国电移动、中国电信、联通，签署了智慧城市建设的这个协议。那么关注智慧城市的数量比呢，这里有数字，有智慧教育、市政管理、智能交通、社会治安、电子政务，这是信息基础设施，这属于政府支持的智慧城市系统建设。那从另一方面呢，在促进智慧城市发展中呢，我们也注意到呢，中国政府呢特别强调了它要满足呢以下几个目标。第一个呢是强调了生态城市，就是智慧城市啊要起到呢要一定要促进呢绿色发展。第二个呢要有利于呢环境友好和节能减排，因为这些年我们国际打交道，国际各国家的智慧城市进行交流的时候，那么发现呢日本呢、韩国、欧洲呢，它都是以呢低碳节能为主要目标的。但是在中国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方便居民。方便居民呢，可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离不开这些智慧的因素。所以，怎么样使城市生活更方便、更便捷？可能在中国很多的发生的事情啊，可能和在香港不太一样。比如说快递，它就是以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但是它背后强大的互联网数据系统。再一个呢，就是创新，在进行研发，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进行研发，来提高啊我们智慧城市的技术水平。那么中国政府啊来促进智慧城市发展呢，大概呢我们基于以下几个因素，就是我们有4个因素，就是智慧的家庭、智慧的社区、智慧的园区，还有智慧城市，这是4个不同的单元主体。那么在这个单元主体中呢，我们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企业都成立了智慧城市部门，来针对这个4个主体呢来提供呢市场的服务，比如华为、房地产企业，还有一些家电企业，包括互联网企业腾讯呢，他们都建立了智慧城市部。那么我简单的呢总结一下呢，就是中国的智慧城市呢到目前发展呢有以下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趋势。第一个趋势呢，就是碎片化向系统化服务啊进行转变。就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智慧城市呢绝大部分呢还处于碎片化阶段，就是某一个企业的智慧内容应用到城市的一个某一个方面，我们把它叫做智慧城市。那么有很多企业呢根据自己的企业的发展方向呢，在一个城市呢制定了所谓的智慧城市发展规划。那么现在呢，这种碎片化的这种发展趋势呢，我们开始促使它呢来进行整合，就是在一个空间内、一个平台内，能把各种智慧要素集中起来，最先进的智能要素，然后呢，怎么样来把它实现呢系统化？那这里涉及到特别多的内容了，大数据、消费、医疗、教育等等等等啊，一划一卡通，这是一个发展趋势。第二个趋势呢，就是政府主导啊向市场主导过渡。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啊，这个智慧城市的特点呢是政府热，那么市场呢碎片化热，但是整合不太热。可是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政府转型，不能再搞政绩工程，更多的要提高智慧城市的运营效率。那么我举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也非常能说明啊，就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智慧城市的发展，这种市场因素占多大的比重？就在最近呢，在国内呢，就出现了呢，叫摩拜单车，就共享单车。仅仅半年之内，你看很多城市一片黄、一片蓝、一片绿。那为什么出现呢？过去政府，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搞智慧城市的时候，杭州、啊宁波，包括北京，都有政府的共享单车，它是有固定的站点。啊，然后呢，到这里来取车，然后你回来的时候还得把车交这里，但是它没有解决最后1公里的问题。
就是你到这里呢，离家里还有一定距离。可是摩拜单车呢，就彻底的打破了最后一公里的概念。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每年我交200多块钱，交100多块钱，我就可以作为一个会员，我就可以享用单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扫码，我就可以找到一个单车，我就可以利用，可以放到自己家的院里，可以扔到院门口，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当然了，还有一个乱的问题，有市容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呢，在大陆很多人是不买自行车的，自行车买了就会丢，因为偷外来人口特别多嘛。但是呢，有了这个摩拜单车以后啊，我们很多人都在骑，公交站、地铁站下了以后都在骑。所以这种摩拜单车啊，是中国整个智慧城市发展、互联网领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事物。之前呢，有滴滴打车啊、易到啊、神州数码打车。那这个变化呢，它是市场带来的。我们很多企业为什么成立的智慧城市，它就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智慧城市它解决了人们生活方便的问题。所以这一年智慧城市的变化是由政府主导向市场过渡，这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标志。第三个呢，就是单一企业的智慧化，就碎片化的智慧呢向平台转变。就是我们过去呢是每个企业的去做自己的智慧城市，现在我们在努力的来搭建平台，促进呢在一平台内各个智慧的企业啊来互相融合，来进行互补，来实现呢在一个城市和一个空间园区内的智慧化。这也包括了我刚才这个我们这里头讲的所有的内容啊，还有更多的内容。第四个呢是促进呢互联网啊和 IT 产业的和城市运营商和开发商的合作。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就过去呢我们所有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呢它是自己干自己的。可是你要到一个城市里呢，你自己干自己的不行。你必须要和城市政府合作，和开发商合作，因为中国你们看这些大陆很多很多城市拔地而起，很多很多园区拔地而起，地产拔地而起。可是如果我们和这些地产商进行合作，和金融合作，和其他部门进行合作呢，我们会实现很多很多的创新，也为智慧城市的系统化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个呢也是中国的这大陆呢现在智慧城市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第五个呢就是数据源的变化。就是过去呢我们中国政府呢在强调呢大数据。大数据呢是对政府的管理啊会起到很好的技术支持作用。但是我们过去的大数据系统呢基本上通过政府的上报数据，各个部门的数据。可是呢现在的移动端数据源呢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数据的认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整个城市的交通管理基本上靠这移动端的数据源、手机信令的支持、人口的管理、产业的发展。它这个数据源它可以每分每秒每时的变化我们都可以掌握在其中。而且很多的大数据公司它的数据源基于依托于我们的网络公司。比如说摩拜共享单车、滴滴打车，它都有足够的数据源。三大运营商14亿的手机用户，它也有足够的数据源。这些数据源将会对我们政府管理的数据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那个这个变化呢，无论是包括城市规划管理，任何信息的掌控，它都会起到巨大的这种变革性的推动作用。第六呢，就是从技术整合引领创新，怎么样实现市场化，怎么样实现系统化，那么各个企业呢都在进行研发，就实现根据需求的变化来解决我们技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就摩拜单车的出现，虽然我们现在有了大量使用单车，那它还会向未来的进一步的技术引领，比如说怎么来摆放，怎么样研发 引出新的所谓技术创新的需求，会更好的服务。所以各大企业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它都大大的增加了这研发势力。那么我们呢也在进行探索，发改委啊，我们的智慧城市联盟啊等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国内的很多的企业。那么这个探索呢，第一呢就在国家发改委和有关部委的指导下呢，来组建呢这个智慧城市联盟。这个智慧城市联盟里头呢，这个大陆的智慧城市联盟其实已经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最好的 IT 企业和一部分地产商还有金融企业。
还有我们的就形成了这个产学研啊一体的这种联盟的发展的一个格局。第二呢是促进呢企业跨界合作，就是我们所有联盟的企业，包括没有参加联盟企业，要在这个平台中呢来进行合作，来进行利益分享。所以搞地产的不懂呢互联网，搞互联网的呢不懂空间，那怎么样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形成互补，然后怎么来实现利益分享，是一个重大的需要实践的课题。第三个呢是抓智慧样板城市，我们在全国呢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城市的样板，有市场化的，有我们和国际合作的，也有呢政府支持的。我们也主办了很多论坛，这个香港智慧城市联盟呢也参加了我们几次大的博览会，那么两次博览会，我们也在中欧城镇化论坛中，我们连续四届中欧城镇化论坛中呢，每一个论坛里它都有，就三个分论坛都有智慧城市板块，欧盟对智慧城市很重视。前年十月份呢，我们中美的对话财经对话中呢，那么我去参加的对话的主题也是智慧城市，所以智慧城市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博览呢展览呢也非常活跃。我们去年还参加了巴塞罗那的全球智慧城市博览会。那么我们和印度、日本、韩国啊、东盟、美国、英国、欧盟呢都在进行非常非常深入和广泛的合作，那么纳入了中欧和其他国家双边合作的范畴。啊，我们呢也在研究呢编制呢智慧城市发展规划，因为过去的规划和企业做的规划是单向的碎片的规划，我们是把所有的可能的智慧因素通过规划呢整合到一个空间内，来实现呢我们智慧城市最佳的实践和探索。然后我们的整个研发呢也是基于呢后台的大数据中心。那么我的介绍就是简单介绍这里，那么特别在香港的互联网峰会啊，关于智慧城市的这个论坛中呢，我特别想说一句，这两天呢有香港智慧城市联盟呢安排了我们一些参观，我们感觉呢香港呢虽然要立足于香港的科技研发优势，但是呢还是应该重视我们最庞大的世界最庞大的内地市场。我举个例子啊，我们80年代看着香港电影走过来的，我们看到的都是香港的武打片、香港的言情片啊，香港的电视剧。可是我们知道呢，香港电影最大的市场在内地，去年一个美人鱼在内地呢获得了30亿的票房。那么这么大的市场，我们过去呢还有比如说大陆的房地产市场和香港呢也不无关系，那我们中国的很多发展也借鉴了香港过去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城市的发展，比如北京呢我们参观了港铁在北京有4号线、14号线都运用了港铁的管理机制，还在向全国内地呢在进一步推广。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香港的所谓的我们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它的智慧城市研发和发展好处呢，如果你取得的成果呢会给内地呢带来最好的经验和借鉴。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忽视内地发展中啊有巨大的市场的需求和潜力。我们香港有这么多大学，有这么多研发机构，如果我们在智慧中城市中所获得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功的经验，或者呢我们很好的项目，能不能向呢内地去进军，也像我们的文化市场啊、房地产市场一样，在内地占有一席之地，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块蛋糕。我们希望呢，我们会加强和香港智慧城市联盟的合作，但是我们也希望香港的企业在这方面呢勇于探索，把你们的好的经验呢来介绍到大陆去，也希望呢我们香港能充分利用和内地的合作，使香港的智慧城市啊能成为整个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楷模。我们也希望呢未来的我们合作呢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谢谢大家。谢谢李杰先生，也同时谢谢李杰先生刚才在最后对于香港发展成为智慧城市的一些寄语。